门跑车的流线的车身，它的这个实用性以及它的空间感。延续四系列双门跑车及双门敞篷跑车的发表， B&W 再次推出全新四系列 Grand Coupe 车型，除了外观仍保持跑车的优雅线条之外，在车室空间机能上更强调后座乘客的乘坐舒适性。其实外形很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四个门，相较于双门跑车它多了一些实用性，那另外就是为了要顾及乘坐的舒适性，所以它在车高的部分也比双门车稍微高了1.2公分，所以后座也可以很舒适的坐上三个人。全新 B&W 四系列 Grand Coupe 共推出三种款式，分别是 420i、428i 及 435i。其中 435i Grand Coupe 0-100公里加速仅需5.2秒，并拥有最高306匹德制马力，在1200转时即可产生40公斤米最大扭力。除了动力性能有所提升，这次 B&W 也将客群锁定在喜爱跑车外形但又想同时兼顾实用性的年轻买家身上。其实这台车其实就是锁定喜欢双门车外形但是又想要兼顾实用性的这些车主们，所以呢它的外形其实跟双门车其实看起来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以充满跑格的优雅线条及超越双门跑车的空间机能，全新 B&W 四系列 Grand Coupe 不只拥有强大动力性能，更大举提升乘坐舒适度，为车主带来更丰富的驾乘乐趣。